实际上啊，这两边种的呢，其实是水稻。 据平阳县现初步预计呢，现在整个平阳县受灾的这个水稻是达到了26万亩。啊，我现在所在这个奥里村啊，受灾的就已经达到了2.6万亩，可以说是受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。出现险情以后呢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整个平阳县啊，奥里村呢就集中了所有的官兵力量呢，是对一处因为暴雨导致塌决堤的一处堤坝呢进行了抢修。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，就在直播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呢，这个堤坝呢已经是堵住了。我们看现在这个堤坝上面可以说是已经空空荡荡了哈，但是只有一台挖掘机，但是就在之前呢，还有许多的官兵，将近近百名的官兵啊，正在这边抢修，现在已经抢修好了。而直接抢修好呢，直接就导致整个奥底村的这个水位啊，可以说是下降的非常的快。我们再来看一个细节。